香，我们称它为板头阿嫂，这个就是我们的镇守之宝，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土地公跟土地婆哈。那你们。那阮这农村保存这地的时候，你感觉安尼，伫台湾内面，你未来有啥物期待？有啥物期待？农村保存，我感觉你真用心啦，像你凶去做这代志。啊，这个保存我感觉，咱做到更加精致化，更加健康，较易落去。你像分类安那个保存较易落吼。你伫台湾，你若讲在目前这种情况，要行上走上观光业嘛？你观光你那特殊的物件，你要呈现呐、啊。哦，你别讲干不呈现，干那是要干那？你只要观光，要过来看一下，对不？你要什干那？内涵，对，啊，较深的物件，啊，个 DIY 物件，你就干那较有一个深入的，一个程度，然后都会去来讲，对这条方向。阿你阿杰啊，谢谢校长，好，谢谢你提供我们跟小朋友跟学习的机会，谢谢。两根稍微交替一下哦，对。就是我们的人家的做法的话，关岛那些阿姨一下。来，这位同学哈，老师，后面是我们的手工的花雕，特别纪念品。好，谢谢。这是我们农村文物庙宝物，就是展在我们鼎泰园乡博物馆。首沙版画十二路，就是我们刚才所在的旧河道哈。交趾浅莲来起步，就是等下我们要去泡茶的板头寮艺术文化园区。板头牛车省铁路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些头牛哈，然后杠杆浮筏，来撑渡就是我们的白来铁道，这个也是我们社区产业的其中之一。客人火车走大路就是我们刚才搭乘山寨版的小火车哈，然后呢，庄头和谐快进步，因为我们要卖给你们就是我们最珍贵的人情味哈。园区之后呢，我们稍微整合一下哈。当初规划的时候只是参考路线，很多细节都还没有去看，但越看越觉得啊，实在是我们农村要复兴哦，就是要这种方法，很深入这种方法哦，才能让这个产业哈，这个人潮不断的来这样子。那我们期待下一次还可以带更多人来参观跟导览这样子。那真的，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乡村农村哦，可以来这边做学习这样。那要发掘各个农村他自己的这个优势的地方这样，就好像说之前那个理事长在导览的时候讲说那个板头寮这一边有起一个带头的作用这样子哈，那整个农村活泼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种子的地方的花期这样子，来大概是这样子，谢谢。好，谢谢哦，嗯。对，还想要一个。谢谢你们了、哦、啊！下次再来找你们。好，谢谢，再见哦。再见，司机大哥辛苦你啊哈。